家来到铁花村，然后如果有坐在外面的朋友，我们凑个人数走进我们的室内场，里面有冷气哦。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叫做唱作俱佳，任何人只要自备乐器，铁花村就提供你一个舞台让你做演出。那这个舞台呢非常特别，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待会会有什么惊喜出现。好。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场域，主要呢，大家的后方是我们的铁花村的厕所，靠近我们的是男厕，女厕，再来是男厕，那外面呢是吸烟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抽烟的话，5根10根都没关系，抽完之后呢，就把你的烟头丢进我们的火炉。那今天如果有在铁花村坐的朋友，一定都是有点饮料的，一箱就可以找一个喜欢的位置就坐，太棒了。对，那在我们吧台的左方呢是好店，里面有贩售一些台湾以及台东还有铁花村在地的一些文创及手作商品。大家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话，也可以走走逛逛。那铁花村呢，每个礼拜三到日都会有音乐性的节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下次礼拜三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来铁花村走走逛逛。哇，好棒！然后呢，接下来，我要就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所以我要就示范一下怎么在这节目前唱歌这样子。好，那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欢迎大家的到来。